今儿牛排吃到饱。今天捡个漏。今天一百买了20块牛排，上次做成牛肉疙瘩，老夏蹲了好几天。今天用这个给他做，看有啥不一样。日期不一样，那天做的时候是周四，今天是周日。今天我自己做去吧。你这辈子只配当个菜狗。大家的狗在家都吃菜不吃，这咋回事？我挺搞不明白了。老夏，你可以啊！老跟你说，回来我给你洗脚，牙膏给你挤好，洗脸毛巾给你弄滴好，上厕所我还得站旁边给你扇扇子，厉害啊！那都是吹牛嘞，在家里压抑久了，出去显摆显摆，显示显示自己的家庭地位。切好的土豆，先用清水泡一下。在外边跟人家讲，在家给我做饭刷锅不？那给人家讲啥？照顾媳妇不应该的吗？煤气灶，大铁板。剩下的交给你了，亲爱的。等着吧，20块牛排，准备开烤。锅热，先刷点牛油，下入牛排。今儿牛排吃到饱，差不多了，给它翻个个。牛排烤熟了，你要吃几分熟的呀？那烤熟了还问我吃几分熟的？那再刷点黑胡椒酱吧。今天是来自新福的又一次的，这个牛排啊，尝尝，跟上次有区别没有？果然这一次嫩啊！对，好吃啊！嗯，黑胡椒牛排的味儿。那不然还能是啥味儿？恁几个评价一下这牛排几个给几分？今天这烤的确实比较嫩啊，嗯，一咬跟那还有芝士味的感觉了，嗯，跟那吃馍的不相上下。那是馍好吃还是牛排好吃？嗯，牛排好吃，你做的倒好吃。这真有牙的食材，你看你吃的，注意点形象不中吗？今天确实好吃，你说咱在这吃，跟人家在西餐厅里边，在美国、法国吃有啥区别？只要跟你在一起吃，我觉得这里就是法国。这边来点油，再炒个土豆丝。家里有条件的再来点难得。刚才特意买的烧饼，加上牛排，再来点土豆，带劲。牛排放进去，来点铁板土豆。如果大家现在没事的话，给它起个新鲜的名字。烧饼夹菜，中式汉堡。大脸烧饼，嗯，真好吃啊，真好吃啊！这你看了不想来一口吗？嗯，是你三重味蕾的冲击。该说不说啊，牛排几个是吃过瘾了。这种牛排没有煎太老，因为它熟的比较快，所以吃起来口感比较紧一点。上次自己弄的火有点大了，烤老了，要不弄。
越做越香那种感觉。这种烧饼是真爱了，看见没有，空壳的，这都是素的呀。老式烧饼就俺这边才有，再回块牛排，来两块。这个咱来个纯牛排，不加土豆的，加两份牛排。大包牛排，是不是该大包啊？嗯。要这个价位吃这个牛排，我觉得还可以吧，比较接受。再吃最后两块不吃了啊，两块一块回吧。这两块两块的嚼跟一块一块的嚼的口感还不一样，因为啥？因为你吃饱撑的。嗯。给自己打几分？打个9.5吧。你的普通话呢？好普通的普通话去哪了？打9.5分。你说蚊子咬狗不咬？蚊子咬你不咬？咬啊。那都咬它。今天100块钱买那么多炸串，现在外边没有摆摊的了，今天咱在自己家里炸着吃。一说让你抱孩子，你都背着他吃的。那不是你也想吃了吗？嗯、这100块钱还买不少哩，这在外面得好几百吧。现在知道我的贤惠了吧？哎，该做的吧你。鸡扇骨、面筋、鱼排、鸡柳、香肠，搁外边可不管这好横的吃啊。先扯个毛子。你这不是傻雕行为吗？吃了个空气。尝尝都亮吗？多远一点啊？好亮呀！先炸个蘸料，切点洋葱。葱姜蒜炸一下。炸黄豆，我给它捞出来了。关火放料，倒入辣椒面儿，一把孜然粉，最后再来点芝麻。闻到了辣条的味道。辣条也是用这料做的，再来点盐，入点底味。现在开始炸串儿。上大锅，锅里加油，油热开始下炸串，这一锅都炸出来了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管给他几个打电话了，叫他几个过来吃了。中，这个鸡扇骨看着比较好吃。啥好吃的？还有那个鱼饼饼。妞妞，你现在看见吃的，眼都不带眨了。我都说你嘞，看啥？不服吗？不服过来打我。这面筋熟了，先给它捞出来。浇上辣椒油，管吃了啊！强还没来了吗？他在路上了。来来来，开会开会，快！真的，给家里人喝来了。你喝吗？喝了，我再打开，咱再喝点。不喝，我给俺兄弟媳妇。你给兄弟媳妇，咱也喝来。坐这坐这，要口罩先买了，要不咋吃饭？对。来来来。我等着尝尝，来来来，先尝尝。来嘛，老板，你吃哪个？我自己拿吧。好，你自己拿吧，我吃这个。妈妈，你吃不着。
我让你口全部咬芝麻吧，香得很。嗯，是嘞。我一点芝麻也没有。嗯。好吧。他是直接跟那个辣椒油里头放出来的，不是炸了，他捞到的就从那个从炸的料，不辣，米汁小蘸料。嗯，妈，你还吃啥？你吃啥？我吃面呢。哎，啊，说话大声一点，声音大一点，妈妈听不着。自己拿。嗯。那上谁家？你自己拿。啊，你自己拿去吧。嗯。那，嗯，那你自己回家吧。哼，哼，还不让你吃，他又哭了。看这炸鸡炸嘞，看着都有食欲。嗯，嘿嘿嘿。那鸡排好吃是吧？那没有吃鸡排。不，这个不是鸡排吗？鱼排。给，尝尝这个。鸡排好吃。好吃不好吃你尝尝不都知道了吗？我刚来吃一箱。妞妞啥东西？这些肉都不好吃，好吧，不要再有啥想法。真的，我告诉你这是真的。想吃哈哈哈哈了大奶妈。好吃不好吃？好吃，简直那么香。你笑啥？用新评价一样的。就是一般，太尴尬了。妈，你跟媳妇说话，这拍视频呢？俺不是吃着聊着了吗？这，我在吃你给我拿的鸡腿肉，咋样？嗯，是的，看那。看外边万家灯火，而我在这吃着炸串，美哉美哉。吃多了还是有点腻的。我都不嫌腻。你，一般人比不了。我印象说我不是个人呢。老板。嗯，你娃长得好看。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咦，你说这话真恶心人啊！那你还问我？你老公会不会这样跟你说？嗯。妈，你真不吃了吗？不吃了，我吃好了。哎，老板，你吃了有点咕噜，我陪着你吧。三十六吃，别人的话。你咋啥都不吃？小朋友过来玩，他都四点，已经拼到九点了。你能不能不要那么高冷？你扭头看我一眼好吗？扭头看我一眼，就一眼。小朋友，你这个叔叔帅不帅？帅。他无言以对。你别戳着自己嘴了。哎，芝麻。满口喷香。响是第三声，不是别音啊。没填住。是我的，再来。来吧，来完了。你来完了，我先自罚三根。哪个味儿啊？中午没吃饭，等着了呗，在这儿。嗯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怎么了？吃不吃？你是害羞还是咋回事？过来，下班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过来！怎么了？过来！来！朋友都吃完走了，这种东西还是在家里吃比较划算啊。六七个人没吃完，还剩那些，明儿个做一锅烩菜吃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吧，再见。